过四川成都某水上乐园，出现可爱的一幕，一名小男童在企鹅园区内，由饲养员指导喂食企鹅，手拿食物的小男童被企鹅包围着，他一步步往前，原以为是要喂企鹅，没想到他直接跳入企鹅池中，让一旁的饲养员哭笑不得地将他拉起。